早上好啊，同学们。早上好，玛。玛丽皇后，好漂亮。奶爸，你要清醒一点，这是个坏人。可是他的确拯救了我们的学校呀。但想要拆我们学校的也是他呀。你们在聊什么？干嘛无视我？玛丽皇后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还穿的这么雍容华贵，是想来炫富的吗？你还别说，这套衣服真挺好看的，可以借我摸摸吗？可以啊，你喜欢的话就送给你吧。你这是看不起我们吗？我们不需要你的施舍，我们也是有尊严的。小香香，快拒绝他。谢谢皇后，谢谢皇后。你的尊严呢？无所谓啦，反正这套衣服也是我衣柜里最便宜的一套。我今天过来看你们，是想要告诉你们，从今往后，这个市的工商局局长就是我了。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你大老远过来，就为了告诉我们这件事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原本是想去教育局找约瑟夫的，结果他死活不愿意见我。为啥？因为我想要修缮你们学校啊。那这不挺好的吗？他干嘛不同意见你？可能是因为我把他的办公室给改建成猫舍了吧。 What？ 换成我也不会见你的。喂，他也太小气了吧。明明是你太过分了吧。哪里有，我当时已经问过他的意见了。啥意见？我问他，约瑟夫，你是喜欢猫还是狗呢？他说比较喜欢猫，然后我就把他办公室拆了，建了个猫舍。你还真是个当局长的人才啊。啊，谢谢夸奖。我们不是在夸你啊。喂，你是钱太多没处花了吗，玛丽皇后？不要叫我皇后，太不亲民了，你们也叫我局长吧，工商局局长。可你这工商局局长也太不节俭了吧。啊，这还不够节俭吗？我现在每天吃一顿饭就花1000块，买套衣服也都是10000起步的平民装了。给我滚啊。等会儿，怎么把话题越扯越远了？玛丽局长，你是要把我们的学校改成高科技小学吗？不，我准备改成比高科技小学更棒更厉害的地方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快告诉我们。我准备改成一个洗脚城。给我去死啊。